这是华为最受欢迎的一款旗舰机，也是华为最保值的一台手机，素有着电子茅台的这么一个称号。它就是华为的 Mate40pro 5G 版。 Mate40pro 华为2020年上市的一款 5G 旗舰手机，同时也是华为最后一款 5G 旗舰手机。它搭载的是一个麒麟9000的这么一个绝版的处理器，正面搭载了一块 6.67 英寸的双曲面屏，全置双摄后置四摄的这么一个组合，类似陶瓷的这么一个玻璃的后盖，手感的话非常的出色，颜值即便放现在来看也是一点都不过时的。作为一台三年前发布的旗舰手机，现在全新的机器还在卖6699的这么一个价格，电子茅台的这么一个称号也不是空穴来风。这台 Mate40pro 是一个8+56的这么一个内存，小开花了2800的这么一个价格收过来的，边框有一些轻微小磕碰，整体成色还算不错，开关机按键这里略有一点青色，但是可以正常反应，给大家看一下响应速度还是挺不错的，只是需要比平常的机器多用一点点劲，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